结了吧？是啊，那么久啊。让我亲一下。嗯，别这样啊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去？嗯，会有人的。好嘞，回去。禀告圣主，猫九已经确定了鬼谷门传人的栖身之所，就在和平医院。哼，猫九真是没用，费了这么长时间才套出这么点情报。别在这儿说风凉话，有本事你自己去啊。求之不得，我出马。用不了半时三刻，就能让那小子乖乖地把东西交出来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那东西没拿到手之前，最好给我闭上你们的臭嘴。鬼面，告诉猫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小舅舅，打着名义天天吸食男人阳精，增进修为。告诉他，收敛一些。要是惊扰了阴阳协会的人，别怪我清理门户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家伙们，等待着我的警示之举吧。来吧，宝贝儿。来吧，宝贝儿。电视剧啊，都是骗人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见过有人飞来飞去的吗？是不是？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干嘛呢你？不是，
我的胸前。摸哪摸呢？哦，不是。尝什么尝？尝什么尝？你摸什么摸呀你？尝什？尝什么？尝什么尝啊？臭流氓啊你！我尝药了，不是为了摸的。哎，快来看一下，哎哎，臭流氓啊你！我是不是变态啊你这个人？你这个人一看就是变态。就是一个流氓，就是个流氓，不是，干嘛呢？不是，张斌，别碰着，给我停车，别踹去！我操！要不是看你们一群凡人，老子收了你们！到和平医院，走吧。师傅，钱没给够，没给够啊！你要多少啊？150。150这么多？这一路上我可给你闯了6个红灯、3个黄灯和2个绿灯啊！绿灯也算？那当然不算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。要不这样吧，师傅，我免费给你算一卦，怎么样？就你这样，你还会算卦？当然了。看你这，哟，印堂发黑呀、啊！这实属不祥之兆，近期必有邪成之物缠上你。要不这样，师傅，这个送给你，你给抹个零，啊？怎么样？就这么个东西，你想抹多少啊？我再给你添10块。嘿，什么？小子，你是不是逗着玩呢？哎，先少。嗯，好，你别动手啊，师傅，你好好好好说。啊，你给。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不过师傅，我劝你最近还真是不要出门了，真的会有邪虫之物缠上你，搞不好还有血光之灾呢。血光之灾是吧？你他妈有完没完了你啊！哎呦，我知道你肯定不相信我，但是3秒钟之后会有一个易拉罐掉下来。2秒钟之后，我头顶的位置会有一把刀掉下来。法师，怎么样？现在你该信我了吧？信，信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！哎呦我靠！哎呦我操！该活该！二楼那边再重新检查一下吧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啊！
白峰医生，早上好啊！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月里面你已经迟到几次了？院长，您先消消气儿。我这个月这是第五次。啊，第五次。今天是几号？你知道吗？今天已经是六号了，就是说这个月已经过了六天。你有五天是迟到的，但是非常好，有一天你没有。可是那天是周日，你休息。你要干嘛？不想干了是吗？不想干了，给我滚蛋！院长，你看这个字早应该签了。你现在不要急着签好不好？先出去，该干嘛干嘛，干活的干活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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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峰医生，你呀、啊，你。出去了。哎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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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荒废修行啊，不错。哎，坐。有何叔天天试探，落不下。哎，不过何叔，咱不能翻来覆去总这么几出吧，你就不怕他们看出来？小心一点比较好，有备无患，隔墙有耳，演演戏给他们看会省了很多麻烦。昨天医院里出事了，嗯，而且是两件大事。新来的那个护士叫刘什么刘瑶，死在医院的地下车库里面。今天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他全身的皮被人给扒了。报警了吗？扒了。那警察怎么说？能怎么说？谋杀。但那种手法一看就知道不是人为的。董斌。啊？董斌也死了。死在宾馆里，阳气尽失。哇，董斌啊，那个花花公子。哎，不过这种死法倒也符合他的风格，说不定这是招惹了哪个不成气候的小妖精。晚上我和千球去看看，是谁这么不长眼。见机行事。得嘞，你放心。何叔，有我师父的消息吗？还没有。千秋，嗯，上二楼快！又是我呀！快点，别废话。
来了个讨厌的家伙，你先睡一会儿，等等我。嗯，小哥哥，气势汹汹的，这是要干嘛呀？奴家的衣服可都没穿好呢。你把衣服穿好。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人家了吗？那就来吧，小哥哥。嗯。真是羞耻。哟，小哥哥，这么可爱呀、啊！人家本是妖，有什么羞耻可言呢？妖就是妖。带你小妖精竟敢伤人性命，今天有你毛爷爷还有你白凤爷爷在，岂容你胡来。哎，穿这么性感，正经点。你就是白凤？是又怎样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。这小妖精，老大你歇会儿，我来。滚、让我的尾巴陪你玩会儿吧。大爷的，这小妖精脾气到底了，你毛爷早有准备。出现毛了，最毒妇人心啊！爷爷对你手下留情，你还想要爷爷的命？非逼我动用法力。这下次吹牛前啊，控制好腿别抖啊！老大，你该不会对这尸体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不对，这猫妖还没死。开什么玩笑，脑袋上这么大一窟窿，死透透的了。猫有九条命，这猫妖生了五条尾巴，想必会牺牲断尾来代替自己假死。刚刚我斩断了四条，应该还有一条寄托在这儿的某个角落。别吓唬我呀！追！哎，等等我呀！猫妖果真没用，既然被破了法身，看来还得本小姐亲自出马。那小子的灵觉可不弱呀，你就不怕自己是自投罗网吗？难道你忘了我本尊是什么吗？九尾妖狐，最擅长蛊惑人心、魅惑众生了。难道你想用忘心术来掩盖妖气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
忘心之术，祸人先祸己，忘人先忘心。只有让我死心塌地地爱上他，我才不会露出狐狸尾巴。如果是这样，种下情种而无法圆情，滋生心魔无穷大。等下一个心魔劫，你可如何去过？不用可是了，我意已决，圣主待我如生父，我愿为圣主大业奉献一切。就是这么任性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去那边，快快快快快点，快点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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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胆妖孽！斗者皆阵列大秦，妖孽还不服输？白风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圣主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故弄玄虚。姑娘，啊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啊！怎么回事，老大？被猫妖弄伤了。猫妖啊！被我打死了。啊！人家臂动马威，你直接来个胸动啊！别闹了，没看伤了吗？那怎么办？
醒了。昨晚啊，我是怕你一个人太危险，就把你带我家来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干。你先松开我，去一趟厕所。家在哪儿？我一会儿送你回去。不是，你别总摇头啊！你说句话不行吗？老公。啊？什么？老公。你不会是在叫我吧？是啊，老公。哎，别！我告诉你啊，昨晚真的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只不过抱着我胳膊睡了一晚上，啊！哎，别！就是我老公。别！你这个称呼我真的承受不起，你叫我白风就行了啊。好，那就白风哥哥。啊，你哥哥总比老公好。哎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不是，那你家里都有几口人？然后你带身份证了吗？失忆了？胖叔叔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我呸！哥哥年方二五，正值青年，身强体壮，怎么能是叔叔呢？千秋，你小点声，他不能再受惊吓了。那你叫我来干嘛呀？我又不是心理医生，帮我想想办法呀。他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。我去，失忆呀！要不要搞得跟拍电影似的？哎呀，赶紧帮我想办法。那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白风哥哥。那你知道这儿是哪吗？白风哥哥的家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胖叔叔。行，我是胖叔叔。那你告诉胖叔叔，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
道我叫什么了。白风哥哥姓白，那我就叫白鹿。哎，行行行，咱们先不说这个了。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昨天晚上，白风哥哥抱着我睡觉来着。哎，我去！哎，以后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？你这把我叫来，明显是来秀恩爱的吧？不是，怎么着，想给我这单身狗来记破万点的伤害啊？哎，不是，你也看到了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昨晚之前的事儿，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这种情况，只有一个选择，送公安局。白风哥哥，人家不要去公安局，我害怕。哎，不怕不怕，我们不去啊，不去啊。你看见了？一说送公安局就这样。你说是有几个男人能受得了这女人梨花带雨的？那前提是漂亮女人的眼泪。你换凤姐，你试试。我只想跟白风哥哥在一起。好好好好，不去不去啊，不去啊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去里面等我，一会儿白风哥哥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啊。嗯。少女，到时候够你喝一壶的呢。况且，这丫头身份不明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就不怕留在身边成了个祸害吗？刚才你也看过了，你那三清降魔符可有异动？那不得了，她就是一普通小女孩，跟咱们这行同情心泛滥和自掘坟墓没什么区别啊。你说的我都懂，我就是觉得她特别像我。那当初师父不辞而别，我经历过那种无助，所以我不想让她也感受到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，你懂吗？放心，就算他不是普通人，凭哥哥我这道行，还能着了他的道？你都决定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自己心里有点数。小胖，哎。启禀圣主，猫九已经暴露了行径，白狐施展潜心术，潜伏在白风的身边，伺机下手盗取玲珑佩。哼，真是笑话。六儿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一个小毛孩而已，直接抢就行了，何必那么大费周章？你要是担心你的猴脑被挖出来，那就交给我来。你说什么？看你是不是皮痒了，小毛猴，信不信我废了你？你给我再说一遍。说一遍又怎样？闭嘴！则生变啊。够了。
不知道你和猫九那点事儿。想成大事，必须要放下自己的私人恩怨。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你离开我了。做噩梦啊，不怕不怕，我在呢啊，乖乖乖啊，来接着睡啊，来来来乖。你真的不会离开我吗？我肯定不会离开你的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怕啊，嗯，来。白风哥哥，你别走。陪着我好不好？你躺着，你别走。要不我还是当时他的双唇距离我只有3厘米，我想出13种挣脱他的方法，5种让他没办法吻到我的方法，可是最终我还是决定我依稀记得师父曾经告诫过我，千万不要动情，一旦动情就会乱了道心，千万不要接吻，一旦接吻就会沉沦。管他呢，沉沦就沉沦吧，师父，徒弟我认了。鬼魅那个家伙可有点按捺不住了。我知道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你该不是对他动了真情吧？放心，我还分得清我的阵营。这样最好，要不然圣主怪罪下来，虽然你深得圣主的眷顾，
但也难免受到刑责呀。对了，白虎，你可要提防点鬼面。秦秋，这能行吗？你放心吧，我是谁呀？我可是号称情场浪子、朝阳西门庆毛大官人啊！我告诉你，就这一招，泡妞妥妥的。啥？哎，你可别蒙我，你哥我的下半辈子可就靠你了啊！我说老大，啊，你跟这白鹿满打满算也就认识十天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况且他来，哎，你打住啊！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些，不是怎么着？你希望你哥我打一辈子光棍啊？你不觉得我俩特有缘分吗？就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了一样。得得得，你可别酸我了，这情话你还是留给白鹿听吧。千晴，你哥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可就靠你了。别掉链子啊！嗯，酸，真酸！哎，白虎哥哥，这么晚了，来这儿干嘛呀？听说今晚有流星。那也可以在家看啊。嗨。在家看不好看，这儿多有情调啊！哎，你快看，真的有流星！你许了什么愿？这是个秘密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我是说，如果你要是恢复了记忆，会不会忘了我？不许胡说！就算我忘了所有人，我也不可能忘记你的。或许对你来说，时间有点短，但对我来说，就像是过了一个世纪。白露，嫁给我好吗？就算以后你恢复了记忆，我们也要永远在一起。已经给白风哥哥做过记号了，这样你就不会忘了我了。
干嘛？给我也做一个记号啊。会疼的。让你咬你就咬。使劲点儿。风哥哥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要像现在一样爱我。我答应你。白风哥哥一定要记得，无论什么时候，白露都是爱你的。西门庆，呸！老大都脱单了，这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我呀。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啊？你谁啊？在你毛爷面前装神弄鬼，不怕被我收了呀？你有什么本事能把我收了？杀了猫九，有你一份吧？你就是那骚浪剑的同伙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他的姘头吧？来找我报仇？我说，你也太不把你毛爷放在眼里了。你有什么能让我把你放在眼里的？你毛爷可是毛家。兄弟，你这是什么发型啊？怎么比费洛蒙还厉害呀？蠢得跟猪一样。白风。下一个就是你。哎，你怎么不喝红酒啊？我喜欢喝白酒。干杯！干杯！天球。喂，白风是吧？啊，是。你的好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。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不在乎你兄弟的性命。啊！什么条件？带着玲珑佩来东郊的厂房，从现在开始一个小时之后，我要见到你人。哎，孙子，你给爷爷绑的是什么东西？你闭嘴！嘿，还不让我说话了是吗？你把我绑起来干嘛呀？啊？你带你爷爷玩旋转木马了是吗？啊？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千万千万别放了我啊！你要放了我，我弄死你！老大，玲珑佩带来了，带了。
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了。我奉劝你，最好乖乖的交给我，不然……老大，你揍他呀！把人放了，要不我收了你。好大的口气！我真纳闷，你们太平邪道的人，怎么还苟活在这个世上？真让我诧异。你们鬼谷一门都没灭绝，我们太平圣道怎么会轻易泯灭呢？既然你执意不肯交出玲珑佩，那我只好动手抢了。抢？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我的话呀、啊！我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那快给我解开呀！啊，来了。参见圣主。起来吧。是我师父，你是谁？放肆！不得对圣主无礼。圣主，你就是圣主？白露，白露，白狐，继续掩藏下去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。既然鬼面自我牺牲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夺取玲珑佩，你就不用再藏在他的身边等待时机了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你接近我就是为了玲珑佩？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你还真是和你师父一样傻的天真。既然知道本座想要玲珑佩，那就自己交出来吧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想要玲珑佩？休想！杀了我，玲珑佩就是你们这帮杂碎的。以为我不敢杀了你？六耳住手！
圣主，我们只要玲珑佩不是吗？何苦为难他？难道你对这小子动了真情？白狐斗胆，请求圣主让白狐取走白风身上的玲珑佩。我是九尾，我是妖。你若拿走玉佩，你便不是白鹿。相遇，刀剑相向，势不两立。既然都已经势不两立，还留着祸患干什么？圣主，既然玲珑佩白狐已经拿到，请求圣主看在他救过白狐一面的份上，饶他一命。日后相见，白狐定会亲手杀了他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他一命，蝼蚁而已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都那么长时间了，有些人又开始不安分了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何叔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没有怪你，坐吧。可是玲珑佩还是被夺走了。世道将乱。我说二位爷，咱们能不能不打哑谜了？这圣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阴阳玲珑佩又是干什么的？跟世道将乱有什么关系啊？鬼谷一门隐世渡人，只有在天下大乱的时候，鬼谷门的人才会入世，平定乱世后功成身退。当年妖魔乱世，鬼怪横行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鬼谷子出手镇压了当时的凶魔，这把所有的戾气集中在了一起，封印在了天玄玉盒当中，镇压在鬼谷门。所以圣主拿走的那个阴阳玲珑佩，其实是用来开启天玄玉盒的钥匙。那这打开天玄玉盒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世道大乱，天下浩劫，
何叔，那我师父到底去哪儿了？这个圣主和我师父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见过圣主本人吗？圣主本身跟你师父是同门师兄弟，他们两个都拜在鬼谷门下。你师父生性正直，在修为上面他很多地方不如圣主，但是行为端正。在你师祖作画之际，你师祖就将门主的位置传给了你师父，这就引起了圣主他心中非常的不服气。他本人就是心高气傲，行事乖张，喜怒形于色。因为这件事，他就迁怒于当时的一个捉妖世家，灭了人家满门。你师父得知那个事的时候，他怒其不争，想替鬼谷一门清理门户，但是都是同门师兄弟，怎么下得了手？最后你师父只是把圣主逐出山门而已。那要这么说，这圣主还是老大的师叔了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但是圣主这个人已经被欲望和权力冲昏头脑，没想到这一次他竟然忘记祖训，要开启天玄玉盒，这必定是一场大灾难。何叔，我如何才能阻止他？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？你不知道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本命犯天煞孤星，天煞孤星的命格修道实属逆天而行，有这个命格的人，五弊三缺之中，你唯独缺命。你师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他为了你，在你身上布下封印，强行改了你的命格。所以也是为什么平常的日子里面，你运气特别差的原因。哎，何叔，这每次跟老大出去，倒霉总是我呀！你闭嘴！闭嘴！何叔，你接着说。刚才我说过，天煞孤星与众不同，它代表着天地之间之煞之气，聚集着北斗七星的气数，所以只有天煞孤星才能破坏掉七星连珠的格局，拨乱反正，阻止天玄玉盒的开启。我该怎么做？如果真的要重新唤醒你体内天煞孤星的话，必须要在七星连珠之日强行承受七种力量的灌输。但是什么？你快说呀。七星连珠之力是星辰之力，肉体凡胎凡人是绝对承受不了的，强行接受的话要付出代价。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，白风，你的寿命只有三天。什么？千秋，坐下。可是老大，坐下。够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
还犹豫什么？你是怕死，还是怕失去你珍贵的感情？人终有一死，那就是情喽。修道之人，切忌动情，一旦动情，就会乱了道心。说的容易，有几个人能逃得过情网？可白鹿是妖啊。妖又怎么样？如果是真爱的话，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得住的。我和他注定没有结果。白风，如果每次都必须要有结果的话，那就不是爱情了。他有他的难处，你有你的坚持。最重要的是问你自己的心有没有强烈的跳动过，问你自己的唇有没有温暖过。人妖殊途，可情爱本没有界限。错的不是我们，错的是这个世界的纲常伦理、天道规则。你的心放不下的话，直接接他回来，他的心也是一样的。何叔，您爱过，真切的爱过，他也是一个妖，我亲手把他灭了。我还记得他最后看着我的眼神，不是恨，是爱。我一直以为我是正义的，其实根本是懦弱。这个世界没人逼你，就看你自己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这都三天没老大消息了，咱们还等吗？没时间了，不能再等了。
不等我。你们两个就想去逞英雄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大，抱歉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咱们老少三人出马，有什么妖魔鬼怪搞不定的？放心吧，有你毛爷爷呢，不用怕。行了，别吹牛了。个跳梁小丑也想破坏圣主的大业，哼，你们也太自不量力了。你个臭猴子，拿根棍子就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了是吧？看你爷怎么收拾你。想到时隔这么多年，竟然在这儿遇见曾经的故人。无恨兄，别来无恙啊。都已经那么多年了，那么多年前，玄机子给你一次机会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可是你在这些年里面执迷不悟，还不后悔？后悔？孤本无措，为何后悔？难道如霜的死还没让你看破？错的不是我们，是这个世界吗？无恨兄，放下你那迂腐的正义，跟着我，我帮你复活如霜，如何？何叔。你有你的坚持，我有我的道义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白风，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只有你才能阻止这场浩劫。去。可是你们，老大，这儿交给我们，保证打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连他妈都不认识。就凭你们两个也想阻止我？我去你大爷！就是个蝼蚁而已。不想和你动手。各位旗主，恕蛮从命。动手吧，能死在你手里，我心甘情愿。啊！不！
这就是绝对的力量，我说过，没人能够阻止。天煞孤星也不行。后悔呢？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谢谢你，白风哥哥，让我体会到了做一回人的幸福。我爱你。
叔，开始，一警一色。